还记得上一次来的时候豪心壮志口出狂言妄想要骗七号玩家，今天的目标其实特别简单，我希望不被骗，能站对边就可以了站对边就可以了，好吧，其他也没什么了，玩得开心啊，过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元宇，那个经过昨天一役呢，我回去特别认真的反省了一下，就是通过诅咒老师对我的教诲，我决定以后不管我怎么操作都由诅咒老师给我兜底就是我犯错了诅咒老师会替我买单的，那就谢谢诅咒了，我过了。我可没说该喷他还喷他，当然还是那句话，人情世故这块得拿捏嘛，对吧，喷你的人很多，今天突然间冲出来一个人喷我吧，咱们还是得请他吃个饭啊，这个是要做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日大师赛啊，然后感谢范郎，没了，我过了。大家好，我是雪儿。那个吴思林老师不要怕，他刚在外面已经拜我为师了，他是我的舞蹈粉，所以我以后就会传授他我的独门绝技舞蹈。那么在狼人杀上，我肯定也不会欺骗他，毕竟是我的舞蹈首徒。然后没有了，金条可能本周又离我远去了，那就下周再努力吧。过来。的确是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等会儿大家会拿到什么样的底牌啊，就不知道谁是预言家或者谁是悍跳什么的。但二号家的确赛前跟我说了，如果发现他不在狼队，他是好人的话，希望大家狠狠的给他上点强度，多搞点金水什么的。他说这游戏真逗的，这嘴上就是给大家忍让一下啊，那真实的就不知道了啊。然后那个其他也不多说，希望大家玩的开心，看得开心啊，就这样过了。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那个精神大师赛啊，然后首先感谢范郎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在那个抖音搜索范郎就可以下载我们的游戏了啊。今天是周四啊，疯狂星期四，已经有很多人疯了啊，然后希望我们场上嘉宾也能疯一疯，好吧，没来的都疯了，来了的你不疯也不合适，好吧，我过了啊。疯狂星期四 ,vivo 五十。我是牛肉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狼人杀牛肉干啊。哎，对于昨天我某位狼队友的言论，我非常的心寒。没想到，驰骋狼人杀赛场这么多年的人，居然能说出我昨天梦魇没有贡献这种话，太难受了。我对你的狼人杀见解表示严重的怀疑，好吧？行，好吧，那就大家看得开心啊，过来。你说的不会是我王哥王宝宝王成龙哥吧？对对对，大家好，我是小九号这个荣耀 Fury， 也是这个肉眼可见王哥这个皮肤又变好了一点啊。然后今天也是跟我们九百兄一起这个打狼人杀也是很开心啊。希望这个各位嘉宾玩的开心，希望各位观众看的开心，我就过掉了。好，大家好，我是樊水啊。哦，又是一个美妙的周四。今天下午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希望今天晚上事儿估计也少不了啊，朋友们，那咱们就加油吧啊，今天好好弄，好吧，今天不吃娃娃心态过了。听到没，受害人说吃了我的心态站错的队，和你没关系，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没有？所以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听到没？希望牛肉干能够稍微振奋一下，好吧，现在是负12，希望今天你跟我不是狼队友的时候你也可以11.5四舍五入嘛，12分正好，好吧，希望你能够加油啊，谢谢大家，希望今天大家能够看得开心一点，好吧，哈哈哈哈，过了。九百老师是谁啊？这么算呢？二进制，好的，明天打红牌的支持不啊，谢谢，关掉。感谢我们的12位嘉宾，然后收到后台通知，我们现在要重新推流一下，我们马上稍等一下，马上回来。4点到6点。